你醒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是昨天半夜回来的。哦，既然回来了，干嘛不回房间睡啊？哦，怕吵醒你。 精神焕发的果汁，来喝一口。哇，味道那么奇怪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？不喜欢喝啊？给我。有你这么跟老公说话的吗？你不是我老公，你是我的老板，好不好？ 我呀，告诉你一个大消息，我不是说没事别来打扰我吗？哎呀，姐姐，这个消息你一定感兴趣。是这样的，我呀去调查了一下，果真这个江浩然和安秀妍是一家孤儿院长大的，他们从小就认识了。他们果然是一伙的。你说江浩然是个骗子。 那安秀妍，是不是也是个骗子呀？那秦总会不会也上了他的当啊？怪不得秦总对我这种态度，居然还跟我提出了分手。哼，肯定是那个女的使的坏。那姐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 很疼的，对，轻点轻点。啊，好的。姐姐，我没事，我不疼。你别说话。杨大夫，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怎么老流鼻血啊？没磕没碰的。他以前有这种情况吗？我是指经常性的出血。
没有，好像没有。不能好像。孩子的妈妈呢？她什么时候来？我想见见，了解一下情况。她现在的情况必须做全面的检查。还是多给孩子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吧。行，我明天就给他做有营养的东西吃。嗯。可是我们家没钱，拿什么来做营养的东西啊？安然，你就天天在医院，不去上学啊？哦，那个。我们刚来青城，这孩子就病了。我们人生地不熟的，也没顾得上给他找个学校上。我不想上学。为什么？这可不行，安然，你一定得去学校。照顾弟弟的事儿就交给医院吧，啊？对。江先生，啊，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在附近的小学当校长，我去帮你问问，看看能不能帮你们安排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，真的，我替孩子的妈妈谢谢你，谢谢了。她不是我妈。这孩子说话就这样，你没介意啊？没事，她有点像我的女儿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秀妍，豆豆怎么样啊？那个他，哎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现在没事，他们都已经上班了。奶奶还在睡觉呢。那个豆豆流鼻血了。什么？豆豆流鼻血了？哎呀，不严重不严重，就流了一点儿。杨大夫给他做了检查，查得相当细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咱们是遇上好人了。他还说要给安然找一个学校，让他先上学去。那还好，遇到了好人。就是啊。安然和豆豆没有怪我吧？豆豆没什么了，我就说你工作比较繁忙。可是那个安然，你知道他？安然挺好。那个杨大夫说让你赶快过来一下，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。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你过来啊，那个你妈方便的时候就过来啊，你别着急，我去洗啊。元，发什么呆啊？钟伯，我有些事情想出去一下。什么事？我有个朋友住院了，我要去看他，麻烦你帮我照顾奶奶好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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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麻烦你了。哎，哎，慢点，别慌。哎，这孩子。哎。你要出去啊？是我马上回来了。可是下午有酒会啊。在哪儿？我自己去吧。你那么好的人，你就告诉我吧。哎，那下午3点，别迟到啊。你又好人又帅。钱嫂子最近还好吗？还好，他自己成立了个公司。我在想，他休息了那么多年，有这个规模还算不错。那就好，我开始还有点担心他呢。你呀，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成天待在医院里，瞧瞧你的脸色。
我的脸色不好看吗？请问一下，安宇在哪个病房啊？有时间回家多休息休息。你别着急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医院没有这个条件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你还说我没有他的名字。你比我还喜欢待在医院。一下吧。好了，我该忙了。就在那边一直走，那边啊，对，就那边。应该是这边。哎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等等，剪刀石头。秀妍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豆豆，亲爱的。我胜利了，妈妈。真的没事啦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要坚强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妈妈会赚很多的钱，让你不流鼻血了。嗯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豆豆都流鼻血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来啊？妈妈在忙嘛。豆豆有没有怪妈妈？嗯，真乖啊。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。秀妍，你是不是待会儿就要走啊？啊，对呀。这是什么？嗯，哇，秀妍，这衣服真的很漂亮。你怎么翻妈妈东西呢？这是你买的吗？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工作服。做什么工作要穿这种衣服？给我吧。哎，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。你一看这样的衣服就应该知道啊，它是配一些正式的场合的需要，比如说什么会议啊、餐会啊，反正各种各样的会议都需要这样的衣服。不信你问你妈啊。这是真的吗？是，所以你要相信我啊。那你今天参加什么会议啊？对啊，我差不多要工作了。我参加的是餐会，我去帮人家打气，我去搞气氛的。主持人啊，对对，差不多就是那个主持人。你帮我看着弟弟啊，我要去上班了。豆豆，你要坚强啊，来，加油！嘿，我走了啊。看到你们，我真的是很开心。你们要加油，我也要加油。再见了，再见，我一定回来看你们的。好好好。